芋头竟然是不用煮，还可以连皮一起的吃。金门面包师傅黄怡喜推出仿真度非常高、像极真的芋头的新产品 A 级芋头酥，意外爆红，吸引很多的顾客上门，店里电话变成订购的热线，让他也吓了一大跳。蛮香的，嗯，这个看起来像不像芋头？像，像那个小金门的小芋头。哇，太好了！对，等我买回去，嗯。台湾看不到哦，好吃好吃，都每个都有包马吉吗？有的蛋黄，也有蛋黄的，我不要马吉的，有没有蛋黄的，这都有马吉啊。国中毕业之后就到台北当面包学徒的黄怡喜，35年前带着一身技艺返乡，隐藏在沙美的商圈。以我家蛋糕为名的小面包店，是他不断开发新产品的工作坊。看到那个猎影办那个芋头节，啊我他。装了一整箱的芋头，后来我在想，那个芋头可以刚好用我的那个芋头酥来呈现，啊，只是把它造型捏成像真的芋头那个造型，所以就误打误撞，现在很多看到这个造型都很喜欢来购买。我们这个芋头酥里面装的馅是有芋泥跟蛋黄，还有一款芋泥跟那个马吉，上个月。开始在开发试做，这个月正式上市。小金门的芋头节每年都办得非常的热闹，让今年也买一箱的他看到一圈一圈的环状芋纹，做了外观很相似的芋头酥来卖的念头，在几次尝试之后得心应手，一下子推出马吉跟蛋黄两种口味。这是真的，这是伪真。然后这个可以现吃，这个要煮要削皮，所以吃这个比较方便又比较快，而且口感又比较好。一天平均我们差不多应该200颗左右了。现在游客过来看了，他就直接会购买。他说因为太真像真的芋头了，所以他买回去送人也是蛮有趣的。黄怡喜希望未来扩大产能，在自家店里上架之后，计划透过网路接受订购，最希望能吸引更多游客来沙美吃美食、逛商圈，进一步带动地方的商机跟活力。